的春节慰问啦，或者是我们的红包的活动啦，其实呢也都感受到我们消防同仁还有义消同仁呢大家的年轻跟活力。那我也觉得说，其实在今天的这个119，这其实是从民国94年就开始的一个消防节，我们有这个捐血的活动。那到现在为止呢，已经累计超过9100袋的热血，所以呢这个活动真的是不管是说我们今天在地方上，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社区上的需要，包含像刚刚陈队长所提到的新竹、桃园还有苗栗的地区，这一些我们的这个捐血呢，其实都可以挹注到我们桃竹苗地区的民众大家的需要。所以呢真的很感谢大家，虽然天气外面冷冷的，可是呢大家的一腔热血一定可以让我们的社会注入更多的温暖。那今天是消防节，所以呢还是要代表我们新竹45万的市民朋友，感谢所有的消防同仁、义消同仁持续的24小时不间断坚守岗位，让我们的新竹市民的消防安全有最好的守护后盾的保障。那也在这里呢祝福大家今天消防节快乐，也预祝大家过年哦，即将春节到来，祝福大家安心走跳迎兔年，祝福大家过个好年，新年快乐，谢谢，掌声。